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个盘是位于北海道札幌市中岛公园站一房一厅1000万内日元最便宜的件，实际回报高达 7.4%， 总价只需44万港纸。行两分钟就到便利店，行4分钟到中岛公园地铁站和超级市场。附近除了便利店、超市和地铁之外，还有札幌很出名的李兆路和中岛公园。现在就介绍一下位于札幌的中岛公园。春天可以赏樱，冬天滑雪玩雪，夜晚上还可以看雪灯，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景象。而李兆路商店街去过札幌一定去过，不论免税店、药妆店、成吉思汗烤肉、咖喱汤等等美食应有尽有。这区位于市中心，生活机能成熟，最紧要4分钟就行到去车站了。如果对这个盘有什么疑问，要在下面留言，或者可以按条link直接找我 Amy 的。